忙人，我们都到餐厅了，你人在哪呀？啊，拍摄年底了，有点忙，我会晚一点到。你这次出去什么时候回来？可能要到31号才能回到台北了。哎，可以跟我说一下就好。不，最后一场了啦。你今天到底能不能来？好啦，我下班了，马上过去。我出差结束了，我马上回去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就等你一个喽。